все вопросы. Я народный депутат, кто реально мозг выносит, отправляет в рай и ад. 这支枪是我们国家仿造马可洛夫手枪生产，1959年是9毫米手枪，曾经是连带着团以上军官使用的手枪，团以下都使用54手枪。那么这个手枪来了以后，我们仿制这个手枪，在最早呢，苏联还给过我们一小点，因此呢，我们在部队大部分是五九式，那么也有一点的马可洛夫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手枪。 跟马可洛夫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设计使人家来的图纸，我们来这个生产的。卸下弹夹，验枪，没有枪弹，安全的。我们把这个扳机护圈向下拉开，并且呢，它有个小空回量，向哪一边都行。储存呢，抵在这个握把底框上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把枪机向后拉，拉到最后位置向上抬，拿下来，这就是把套筒卸下来了，再把。 附近防卸下来，这个枪就这么几件，把小的这一头给它装在枪管上，还是把这个套筒就得拉到后面放上，放回扳机护圈啊，上上弹匣，套筒就得插上。我这里还有一个马可洛夫手枪，还有一个马可洛夫手枪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先跟这个马可洛夫手枪对比一下。 这支马可洛夫呢是马可洛夫早期生产的版，它有这么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套筒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扳机护圈上沿这个地方和前面是平的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是平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了，这个可以看到是什么呢？扳机护圈上沿是斜的，一直平直过去的，是不同吧？这两个枪，这支。 往上斜一点的是后期生产，也是大量生产，到目前还生产的话，还是这个样。我们仿造的也是这一款。